为了让民众能方便借轮椅甲一寡医疗辅助的设备哦，台南市政府伫37个行政区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设置完站，来提供民众使用。民众一透早带着厝的人来到台南市英华辅助中心来填写资料，佮经过一轮治疗师的评估，就会使做一个上长半冬的二手辅具倒来厝使用。对民众来讲，唔拿省钱，嘛减轻家庭的负担。他早拢家己自费爱买啊，我感觉真方便，啊嘛真省钱，较免落往负担较重。尤其啊，或者是民众关心的二手辅具，经过技术的修复。消毒了后，就会使提供租借。伊今日去复古中心，种类是真丰富，数量嘛真多。询问一下他主要这次想要租借是什么原因，然后再去评估一下使用者他的体况，然后建议他比较适合用的辅具。台南市政府伫专区37个行政区，透过甲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合作，共同设置58处二手辅具的资源站，数量甲普遍性是全国第一，唔来当减轻民众的负担，更会使物尽其用，减少资源的浪费。如果是在二手辅具资源站借用我们四个常见的辅具的话，原则上是免费借用的。那我们希望借用的期间就是在3个月到6个月期间。那如果民众6个月以后还有长期使用的需求，或者是也可以申请我们的辅具补助的购买。另外，台南市府也建构一台辅具的评估和体力检查的专车，作为平反乡镇巡回辅具的服务所用，期盼政府多方面多元落实，会当更加大进，了解民众的生活需求。记者王正宏台南报道。